达裔族系列衍生影集《星期三》，由鬼才导演提姆·波顿领军制作，在 Netflix 上架后引发关注。珍娜·奥特加饰演的星期三转学至特殊高中，与狼人室友的友情火花深受观众喜爱。扮演小狼女的艾玛·梅耶斯超级童颜，今年20岁童星出生的她与珍娜·奥特加一见如故，两人如胶似漆的影片和自拍让剧中的好交情延续到戏外的真人 CP。而艾玛在采访中表示，自己跟小狼女伊妮其实性格相反，真实的她十分内向而且安静，小时候曾因此在人际关系上感到吃力。私下的她还是 K-pop 粉丝，除了按赞 Suga 上传的照片以外，也大方公开最喜欢 Seventeen 的静汉。IG 追踪了众多 K-pop 艺人，让粉丝们也感到十分有亲近感。